切尔诺伯格在挑战，但我等级已经硬扛上去了，所以这个400应该是可以，因为我看别人打过400好像不用那么高的。我是搭上去本来要打那个 C15， 结果还是扛不住，钱不够，实在是有够烦的。好，先放讯息，拉错了，讯息加点，说淋雨也加点，说羊这边可以，羊是可以用 AOE 的代替的，不是，羊这边要放 AOE 啊，只是我 AOE 小习惯放羊，所以我是拿羊来做 AOE。说这边放一个弓手来打下面的怪，臭皮。这边脚没有能天使，应该是用克洛斯，或者是其他弓手，应该可以。因为我看别人是用什么杰西卡。これが戦場というものね。こちらに火がきます。皆さん準備してください。我发现切尔前面都还算少过，所以索尔达300之后比较硬。我只答えてください。这关替换组合很多。安娜，我发现他300之后比较硬，前面300之前都还可以。了解です。反正前面都是千百阵而已。風には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。开始一直切，阿娇准备来推我的一级阿娇。阿萧推推小叶的高压分在350后。对啊，我有四龙门啊，335就爆了。我的米格鲁就被切死。今天宝体切到女骑士，特别特殊一身冷汗。宝体切到女骑士，这至少有出啊。好，我这个。目标，估计我追上了什么？移动啊！更快摆好了，阵型已经完备了。因为我在这边我300多血之，右上角的黑角会特别快进，300接近350左右，一定要开镜，不然一定爆炸。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没错。黑脚来。これ30。米格鲁，我自己在打骑士，放在上位推推吗？是啊。下路下路这边比较多输出的。我黑脚在330那个地方是撑不太住。皆さん、安全確保第一です。安全しています。对，我330那个怪一出来，被砍一刀立刻要放进去，不然我上路放毒雨，不然黑脚就炸开了。根本就没裂，咱没钱啊！贫穷博士日常就这样。但前面这边其实330之前应该都算了。因为我等级已经搭比较高了，所以330的，因为黑脚是没办法再往上练，不然黑脚脚可以再往上升，我们要给他多升一二级。他后面出斧头兵跟重装兵的时候，两哎，那是两只重装还是斧头跟重装？会变成说我这个斧是斧，他会斧。这把打去放弃左上，放弃左上。不会啊，左上后招打，这个打法我已经试过一二十次了，应该是可以失败啊。已经
演练过很多次了。倒れろ！啊！只是他那个左上要那个时机要抓对，时机抓错就重来了。倒れろ！350会撤角色去挡吧。对，350那个法师会撤掉，所以说就是350就法师撤掉了，就变成说黑角会很危险，变成说我这只辅师要开技能去帮他打，不然会挂掉。说用线条这边是应该要用别的辅师啊，我是单体辅师没练，我用小羊师练高一点硬撑，不然下面这只辅师应该是要用单体会比较稳。因为我是调香已经练到精英30，所以用它硬扛，不然这只来一个木药还是什么东西啊，只是我现在没有钱去练别人，那没钱博士日常我就扛好了，推下去推下去推爆啊。紧张快要到三，已经接近300了。前面都算轻松，手放掉都没关系。300左右手就不能放。因为我阳放右边朝上，所以上路很猛。右边朝上，可是你下面来得及打吗？哦，压力很大，开。右边朝上，不对，你因为朝你下面这边啊，除非你就用一个那个啊，可以，羊可以往，可是也一样啊，我放那只法师也是。感觉朝香跟上路单子换位置比较好。没有，守不住，我试过，我朝香放这里，我黑脚后面会炸开。但我跟你讲，朝香补的没有他这只多。我就是这两只调换过，我原本调香放上面。下路白雪加克洛斯。我原本是调香放上面，这只放下面，结果黑脚就死掉。因为我调香虽然有练上去，可是补的量还是没有单品多。说上面只有黑脚会止血而已，其他不会死。阿肖这边又不会被打，只有黑脚被打。要300了，紧张的时候到了。我后面300多，我就要改一倍。那个很危险，那个用两倍会来不及打。定时休息。大只的胖呆推得下去吗？要推3次。推3下还推4下，所以你黑脚要扛得住。他会慢慢会往后推一点，往后推一点，往后推一点，多推几下。对，推3下还是4下就下去了。通常在推下去前就被法师打死了。可是后面就变没法师啊，对，所以说，除非你下面扛住，就变成说你羊直接往上。他后面那个是推得下去的，就是前面有法师会打死，可是后面法师拿掉之后，就变你要靠推下去。对，前面这边是。他还没有推下一只球就会被法师 A 死。所以后面法师要拿掉去打那个火葬那边，所以就变成很危险。这边有一倍，还没到，然后这一波。
然后再说，这说完就要一倍。皆さん準備してください。どいたどいた。因为后面这边就变很，我最容易爆炸就在350左右。反正法师这边最后一波暴龙打完之后就要撤退了。好，打完，对，有点撤掉。估计这次我只能没有。我讲真的，小羊应该要向左。向左。这边就紧张刺激的时候，这边要注意两个点，右上跟左下这边都要注意。好，这边开技能，就这边要转上来的时候，对，直接放一个弓手来射他。对，这边是我最容易爆炸的时候。对，这次兔子也不能太弱，对，不然你会打不过那个。这个丢的那个法术，对，我刚开技能里面就升级了，说这边还有一个点要注意，就是这只斧头兵对走上来的时候要派人去打，对，这走上来了，对，没难杀，直接上来跟他对抗，最后没有练的可能会被打死，所以被杀死之前要撤掉。好，抽的好，撤掉这个，撤掉这个，撤掉暂停。对，这边很重要，这边要拉一只来这边打，这边赶快来，说这边放，这边放，这边放，我这边放，全放。好，上次这波压力就过去了。好，那这波压力过去就可以准备迎接胜利。抓灯撤掉，撤掉。抓敌方向。表示しております。好，上个文啊。アンセルさん。文字一出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就是砍他，就砍他，就是砍那个王。他有可能跑掉，跑掉之后你要用美男杀来拦。对，他搞那个王跑掉，跑到这边，对，你就用美男杀去拦他就好了。人力一出399收尾。投掉了。了解了，喊你文啊，文字一出不会输了，我已经演练很多次了，我都演练到399关掉了，我已经演练很多次，还是消化完了，还输就是丢脸啊。